今天莫拉克峰30周年当中，蔡英文总统从画面里所看到，他前往高屏连感的3场，8月8号的今天呢，他南下到屏东跟高雄。这是因为10点钟，他先是在屏东的这个演武场出席是屏东县政府莫拉克峰在的纪念活动，心向北大武山林部落的回顾。 空拍的摄影机的发表会，他特别提醒民众的是，一定要严加防范这一次利奇马台风，小心去警戒。尤其今天一大早这个地震所爆发的灾情，蔡英文总统第一时间在脸书当中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再度提醒严防台风跟地震带来的复合性的灾情。而在11点半的时候，他再度前往是太武乡的部落。 跟当地的文化建设站来进行访视。3点钟呢，他再转往哪里的？位于在高雄茂林的莫拉克风灾的重建区来进行视察。好，这是在今天我们所看到88风灾台湾所了解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氛围状况。我想请教的是，幼童哈，这两天我们一直看到的是。 这难兄难弟啦，这个有王金平院长，也有郭董嘛，又有柯文哲嘛，那我看到昨天你也有接受访问，你能不能帮我们还原一下从我这个子母画面里头，据说郭董回来的当天晚上跟柯文哲的确有见面，这个消息在不约而同，有一周刊跟镜周刊都揭发了，柯文哲说三分真七分假。 你说是里头太多科幻，根本就是剧本一样，到底真相是什么呢？现刚刚我又看到脸书又有一位媒体人又写了一个新的脚本，新的脚本，对，新的脚本。所以现在状况是这样，就是周刊报纸，然后加上媒体人，然后大家在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解读啦。那我觉得如果以柯市长来说，因为我们因为领人就在现场啊，对不对？有你来帮我们还原状况，我觉得不是在那个对话的现场啦。所以我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柯市长这样讲，那因为我问董事长，他只有告诉我，因为我那时候是他其实在谈别的事情，那我就当天因为有这个杂志的报道，所以我有问说，那今天有杂志报道，那我们该怎么回应这样？那我讲得还蛮婉转的，他只有。 转过来跟我讲一句，哦，我真的很不想管台湾这种枝微末节的事，然后讲完这个，我就不知道我下一句要问什么了。我就说，对，枝微末节。然后我就又说，哦，但是它里面讲了一些什么立委啊，什么民调多少啊，然后他就讲，就直接跟我讲了一句胡说八道，大概就这样。所以我其实应该这么说，我可能现在也很难跟大家讲说，哦，没有见。但是我猜，就是说，如果董事长这样说明的，我相信这个里面就是整个是小说的成分是居多啦。那更何况，我是觉得说，因为在这个先前。 就是柯市长一直开始喊话，也不过就是郭董事长离开台湾以后，那他才开始讲这些事情。我想，就大家正常人的判断来讲，也会理解说不可能。而且过去我们跟柯市长或者郭董事长跟柯市长之间，也不是一个说交像跟王金平院长说哦交情很好，常常通话，然后彼此有一个过去来往的基础或者是信任的一个基础。 那你说要一开始他直接就开门见山问你，你要不要来帮我？这又不是开公司，<笑>对，就算开公司要找一个新的 CEO， 也要人家 check 一下他过去的 track record， 还是说过去做了什么事情？那当然也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合拍？所以我觉得这种对话是不太可信。来，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好不好？等一下，幼童你要告诉我说，为什么会有这项见面？这个见面，确实是真的嘛？所以在8月1号当天，这些人的确都在场，可是真正对话的只有这两个主角，对不对？也许。 对不对？没错嘛，真正对话的只有这两个主角。那我们看到，包括郭守正郭台铭的儿子，那幼童人在这里嘛，还有一个就是台北市长室的主任研究员叫做李静颖，他是前立法委员李静勇的儿子，OK， 然后还有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好，总共有6个人，可是真正对话的就我们所了解，谈了不是2小时，大概是20来分，差好多。 2小时跟20来分其实差很多。那这里头的揭露的消息不对，我相信幼童利用这个时间帮我们做一个更正。好，他说啊，这个说里面有这样谈，说柯文哲拿出内部的民调给郭董看。
然后郭台铭董事长说他自己还没有做决定。现在民调虽然有渐渐赶上韩国瑜迹象，但仍然在误差范围之内。未来如果民调超过韩国瑜5%以上，才会正式做决定。这个报道里头俨然说郭董是这么说的，我还没有做决定。如果我未来的民调超过韩国瑜5%，我会做决定，有吗？没，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们的认知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OK，好，差距了，很清楚了，就是叉叉了，不可能这样讲。来，我们继续看这个对话哈。然后这个时候出现这个对话，说郭董呢当场这场对话就是他们两个人，说郭董问这个柯文哲，你要不要来帮我？然后呢，柯文哲说你要选得赢啊，选得赢我才来帮忙啊。然后郭董说，那我们就来讨论如何赢。然后这时候柯文哲说，你就是霸气老板，应该维持自己一贯的的什么的形象哈。初选选的不好，有些东西你一定要改，你若要选，那我可以来帮你。说柯文哲是这样讲的，但是与会者转述说，2个小时的会面哈，这两个人有说有笑，建立一定的信任度。所以呢，这个都是来有可能吗？我觉得有可能展开这样对话吗？有说有笑，大家可以想象的是什么画面吗？我觉得如果我们平常开会能够都有说有笑的话，我们就应该会很开心吧。是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个真的，虽然我觉得他这个描绘啊，就感觉好像是把很多的关键字说哦，那我们就来讨论如何赢，然后你要不要帮我？我觉得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啦，那应该今天就已经宣布说我们就要来选啦，对对不对？因为现在很多民调其实也有做5%以上的啦，也有6%的啦，对、嗯。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你从结果来看，就他一定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不是嘛？根本不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你要知道、哦、不同的媒体还有不同的媒体人都接到不知道哪里来的消息来源啊，讲的好像就在旁边听一样，又从都没在旁边听，他都知道。对，郭台铭的个性，郭台铭的个性，他会主动跟媒体讲这个吗？不可能。那如果不是郭台铭、嗯，那谁把相关的讯息透露出去的？对，而且一再讲出去，讲的好像他都在旁边听一样嘛。是，幼童可不可以帮我们描述一下，为什么这两个人为什么会见面？嗯，我觉得我只能猜测一下啦。哈，假设真的有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猜测，假设真的这样，那有可能是说，我觉得啦，如果以董事长的个性，有可能他是想要理解一下，那柯市长可能想什么。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如果真的有这件事情的话，他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我回来的当天，马上就有他阻挡的消息，这个是他觉得很诡异的地方，对不对？怎么这么巧？是不是？我觉得他当天只有表明是，就因为是7月31号，我晚上见他见董事长很短的时间，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只有跟他讲说啊，他们组了一个台民党，他第一个反应说台民党你不要骗我，因为他那时候觉得吓到说应该是我们幕僚在随便乱讲，这样开玩笑的。那我觉得后来他就没讲话，就有点沉思这样。那后来他们可能有稍微问了一下说，哦，那他这个以前有听过柯市长说要组政党吗？那我就说这个应该是秘密吧，应该不会有人知道吧，这样大概我们的对话就这样，所以我不能够完全的揣测说今天郭董事长他的心里在想什么。但我觉得若是哈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说所谓3分真7分假，哪边是真哪边是假，然后现在其实不管报纸那个杂志什么写的，其实每个脚本都不太一样，我也不是很了解到哪个是哪一个比较可信啊？但我觉得有些话就是听起来就不太像是会在这样子的会面的场合里头去提到的。是是，所以有人刻意放假消息。那幼童，我梦见的情境是这样子哈。梦见，我梦见的情境是这样，因为这只有这两个人嘛哈。我梦见的情境里头，因为郭董的心里觉得很怪哈。哎，因为你们一直有业务往来，对不对？幕僚之间一直有互动嘛。那一直有互动，哎，那你们要阻挡互动当中，其实我们未曾接获这个消息。我今天回到国内，哎，媒体就说你要阻挡，他觉得非常好奇。那干脆郭董就想，那我来了解一下嘛，哈。当外界在想郭董想什么，他也想他要在想什么，结果一聊就20来分里头啊，这个柯文哲马上就表态了，马上就表态说我支持你选总统。那郭董就问了说，你为什么会支持我选总统呢？他说因为蔡英文总统3年来做得太差了。
天怒人怨太差了。那如果韩国瑜，好，据说柯文哲又跟郭董讲，韩国瑜如果当选，哦，这个国家翘起啊，死定了。那他甚至还说，他所认知的韩国瑜不过是社会上的小混混啊，对不对？你的当选的背后一定是国台办啦，可能又是这个又是首富啦，又是蔡衍明啦，又是中共啊，嚯，美赛美赛，所以你一定要出来选。那郭董当然根本就奇怪，我相信这一只老虎，他不是省油的灯，他应该对他一直是非常质疑的。他想说你到底要什么？所以应该郭董很简单的 A B C 会问吗？你想要什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对话跟方向？我如果没有误的话，幼童可不可以尽可能接近事实帮我们还原？因为应该这么讲，因为这个对话真的没有人听过嘛。如果这个对话存在，那我的问题就在于说，事实上如果以企业的理，因为郭董事长过去四十几年做的是企业嘛，不在政治圈里面嘛。那如果说以刚刚小君姐讲的那个内容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平常企业上会听到的一种可能的对话。因为绝大部分的人如果说要来跟你谈合作，不管是任何生意上的合作或者什么，绝对不会是只有啊你是纯粹来为我好，或者说你就是对我这么好。对，这个我们大家都会评判说，就是生意场上也都是任何人际来往，也可能都是不一定说这么功利，但是一定会想要理解大家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嘛。所以我觉得如果他会问说，哎，那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得到什么？或者说你在这件事情里面你想要做什么？是，有的时候就像是我们就算做慈善事业，我们跟很多的团体在讨论，我们也是会问他说，那你想要我们帮你什么？那我们也会期待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除了钱以外，或者在我们的资源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帮到他的。这个都是可以在先前一定会要沟通清楚嘛，不然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最后是不是大家的理念不同，方向不同，目标不同。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对话，我相信绝对不可能是说你要不要来帮我，这很怪嘛，这是超怪。所以我的比较符合他们两个对话内容。我觉得如果要讲合理性来讲，就是现在每一个脚本都要看说它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嘛，是没有人可以还原全部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对话。但是合理性来讲，我不是能够真的很相信说，我跟你见面，然后过去又从来没有任何的来往，然后你就要 interview 一个人，然后跟他讲说一见面就你要不要来帮我，除非你觉得这个人哇 Steve Jobs 还是 Tim Cook 哦，他很有这个 track record， 你只要得他者得天下这样，那当然我觉得就比较有可能，但是我想应该不会是这个概念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臆测的成本很多。所以我刚刚是我的梦境应该还蛮符合常理嘛，尤其是他问他好问他杨老师你可以帮我们解读，当他问他这个 Tiger 呢问他说，那你想要什么，你期待什么？柯文哲是这样子回答，你选我就不选，好，据说好，你选我就不选。我呢急诊室待过了多少个的年头，我看尽了人生，我看淡了一切，我什么都不在乎，其实我什么都不要。但是呢在这个关键性时刻，郭董选的话，我当然义无反顾挺的是郭台铭，因为他认为韩国瑜如果真的当选，这个国家死定了。那他又对于蔡英文总统的执政事实上不满意。可是哦，我们注意听哦，当柯文哲说出这一切的话，未必郭董是买单。郭董当然会去盘算，在蔡英文跟韩国瑜之间，如果他加入这一场选战，反而导致是韩国瑜当选的话，郭台铭他当然选不下去，因为郭台铭他是一个以念兹在兹，台湾是不是可以守得住，来决定他未来的大位。来，这样的一个对话内容，如果我梦境的这是一个成真的话，那杨老师怎么看？郭柯退一万步讲，如果有见面，就像这里周刊所描述一样，在我来看，是只有一方会巨细靡遗的把这么多内容讲出来。我刚刚幼童讲，这些其实都是有落差的，这都不太对的。我不管怎么谁有没有落差了，只有一方会去描写这么具体，这一方就是柯文哲，就是柯文哲，不会是郭台铭的，就是郭台铭他没有动机，或者郭台铭的幕僚或者他儿子，不管郭守正、刘幼童，他没有任何的动机或者有前科好了，会去把老板没有指示的，或者没有必要的
对外公开，而且讲了这么细，最后下一个结论，郭柯有说有笑，双方已经建立一定的信任。杨老师，重点是可能都不是事实哦。我现在就是讲，我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有见面，因为我到现在对于见不见面我还保留的，因为我就是因为我太熟悉柯P操作舆论的手法，我太熟悉了，因为当时我自己做总干事。我们完全理解到什么叫做，因为你要晓得，他如果内容不实的话，就表示有人放话是说谎的嘛。嗯嗯嗯。郭台铭有什么必要对外去说谎呢？平白无故去说一个谎言，说柯P问我你要不要选，他没有必要这样讲嘛。他没有必要去说谎，跟社会大众说。郭台铭曾经这样子问过柯文哲，或者柯文哲曾经这样子提过郭台铭，至少郭本人没有动机去对外说谎言嘛？那我们现在就要问的一个问题，这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对外放这些不见得是事实的内容嘛？动机何在？这才是整个新闻的关键。因为显然不止放一次，现在我们了解就有三回合了。最近刚才的黄光芹的演说已经是第三回，就是说第一回合不够，大家还不够深入，还没有相信，还没买单，就第二回合。然后现在第三回合，那尤其第三回合，那我们真的太熟悉了。那个第三回合的背景只有那么一个人或两个人，没有别人啊。那就是柯文哲的亲信幕僚，用白话文讲，应该跟蔡壁如有间接或直接的关联。你想合作又释放，如果哈，他这里头不是完整的，就是说真实消息，这样对郭董好吗？不管见面没见面，嗯，柯文哲要不断的让社会知道，现在郭台铭要跟他合作了，嗯，就这么一个最基本的政治操作嘛。不管郭，而且他大概吃定了。郭，他没有什么必要，他不会出来否认的了。反正别的人不知道，就是我们两个在谈嘛。这么有把握，郭董不会否认。对呀、啊啊，你像个刘若彤，但是人都坐在这里，他都可以明白讲，因为报道说他在场啊，他人都在这里说我没有在场。如果有见面，我没有在场嘛。是因为只有他们两个在场啊。对啊，如果有见面，他没有在场，那他就两个人见面，两个人见面，那怎么个谈法？那不是他对外去透露，就是柯文哲。这不，我认为郭台铭透露的可能性是零。所以我才断言是柯文哲的阵营讲出来的话，而且讲出一些不实在的话，甚至于根本没见面讲出来见面的话，嗯，这都有可能的，嗯，因为那个谎言可以从见面就说谎，或者是内容去添油加醋的说谎，嗯，来对柯有利，这是一再的柯P的操作模式嘛，嗯，那事实上呢？为什么要有人这样推？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推波助澜？简单讲，为什么柯P要这样子来推波助澜？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不这样做，他已经成为2020总统选举的局外人了嘛。嗯嗯嗯，白话文就是他已经是根本不在局内了嘛。他没有角色了嘛，新闻就当场零了嘛。嗯，他就没有声量了嘛，他的政党就停了嘛。这是非常简单易懂的，他要拉一个现在新闻点上最重要的题目，叫郭台铭到底选不选总统，然后我要跟着这个新闻一起上，然后我就有事，我的新闻就有得上，我的政党就有得拼，这是非常简单的政治动机。嗯，那郭呢够大气，他也不会小鼻子小眼，哎呀我懒得理这种事情，他不会出来跟媒体讲，哎没这一回事，他没必要去打柯文哲一耳光嘛，对，他有必要做这个事吗？然后柯文哲吃定他不会这样做，他也晓得别的人无法否认，因为没有人是一个窃听者或者一个躲在桌子底下的人然后就说这没这回事，不会嘛，所以这就是柯操作的原因。嗯，他把它操作成啊，说别人是其实是不了解的，只有我心里有数，然后这个媒体其他的人相信的人接收讯息的人认为三分真的人，尝试去从所有周刊或个人报道里面去求取三分
真的那个人就开始做二手传播，然后继续扩大传播，然后继续造成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郭台铭、王金平、柯文哲会联合打这场仗。柯文哲又有角色了吗？是，柯文哲要有角色这件事情对他是生命之重啊。对别人来讲不见得，对郭台铭来讲他完全不能理会，他怎么能理会？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怎么能理会说哎怎么会有人利用他来继续来造那个政治上的事？杨老师，你依你对郭董的了解，他看不透这个情势吗？不是他看不透，他根本没时间去看这件事。我给你保证他连周刊他都没看。我跟你讲，信不信我现在如果今天有一个人跑去跟郭董讲，哎你看一看好不好？他看了封面，你去看，我很认真的给他看了，说哎我跟你讲，他真的写得很那个，还有什么民调，他连兴趣都没兴趣，我跟你讲，所以他就说胡说八道。他连兴趣都没兴趣，一言一言去看，他不是这样子的人嘛。是他不会管这个知为末，他如果今天是没事干，台湾现在命运，他今天是没事干的人呢，当然会无聊，哎都是郭台铭，这是柯文哲会干的，他不是他没事干的人嘛。因为很简单，老虎不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嘛。老虎就是吼了以后，他山上他最大，他怎么会去干这种什么小鼻子小眼睛的事嘛？这好像是狐狸才干的事情啊。可是你要知道，有一句成语叫做“狐假虎威”，因为他需要虎的威力，不是吗？不过我也要提醒郭台铭郭董啊，因为我相信郭台铭捐了百亿给台大，然后这个永龄基金会在这个小林村的付出等等啊。我相信郭台铭的个性呢，他不会去在乎这个小鼻子小眼睛去搞这些小动作了。但是也要知道一件事，如果是真心合作，不会去搞小动作的，你知道吗？如果是真心合作，不会在这个地方故意这样子放话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放风声。那这样的人要怎么合作呢？是一个要考量的一个重点啊，是不是真心的合作，还是一再的炒个所谓的新闻量嘛？那如果不是郭台铭，那请问是谁嘛？是谁一再的放这样的一个消息吗？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嘛，还记得吗？他们都在说小英旁边的每个人都贪污吗？他自己本身当台北市长，有一个大贪污案是警界的弊案嘛？是什么？是台北市中山分局中一派出所集体贪污案嘛？集体贪污案了，哇，那调查局抓了好几个人了，都已经第一波判刑了等等啊。有一次呢，那个媒体突然间做一个新闻啊，柯文哲，其他媒体赶快就问柯文哲，是什么新闻呢？原来柯市长早就接获检举了。找过接获检举以后，警罚贪污，所以呢，柯市长写了四个字叫“查办到底”，然后呢，就交给政风室。那媒体来问他，柯文哲就这个承认有这回事，你知道吗？有这回事，有接到这个贪污啊，然后这样这样过了。各位，如果你不像我一样追根结底，你是不是会认为说啊，原来中山分局的集体贪污案是柯文哲交办的，对不对？是因为柯文哲市长交代一定要查办到底，所以才会这个破案的嘛？错，因为他拿到检举信的时候。调查局北部机动站已经查获中山分局贪污两个月了，人家调查局北机站已经监控了一年多，拿搜索票去约谈，抓到人移送法办，两个月后柯文哲才拿到另外一件案子的贪污案呐、啊。最后那个贪污案到今天我都还没有看到有没有搜索，有没有起诉，有没有判刑，都没有啊。但是他这样一做，是不是变成在当时如果没有人好好的去把他给揪出来的话，你会不会认为说啊，原来中山分局的贪污案就是柯文哲市长查办的嘛？这就是一种新闻操作。我只是要提醒啊，在政治场上里面过多的算计绝对不是好事情啊。那么我相信看得出来了，身为台湾首富2700多亿，人生到此啊，荣华富贵已到极点啊。那他也不要那个郭台铭不需要去做这件事，但是他只要行说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当这个媒体、那个媒体、这个媒体人里面写的那么。几乎等于是卧底偷偷躲在床底下偷听他们讲什么话的时候，我告诉你，很多的乐听大众就会认为这是真的，要不然人家怎么写那么详细？不管我们刘若彤执行长怎么讲，人家就会认为真的这回事啊，他们已经见面了、啊，而且、啊、已经成局了，而且是已经是怎么样了，这就是狐假虎威了。所以你要合作的话，不要搞这些小动作了。来，那个回到幼彤身上哈，你觉得我们一直在想郭董的进退两难，他到底在考虑什么？他到底在想什么？事实上，他会告诉你说，其实那里面乱七八糟，那个知微末节不想去理。很显然是，我觉得我们从他一路他宣布参选以来，他为什么会
进入国民党的初选，其实他希望的是台湾在面对这个关键性时刻，怎么样重回强国应该扮演的角色。尤其在中美贸易大战，尤其在香港这个境外这样的一个金融中心可能面临到崩盘，台湾的命运到底会如何？这恐怕是他比较关心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看到现在有人把它缩到你们这个三兄弟，好，这个到底是流浪三兄弟还是难兄难弟？到最后一加一加一加一。可能小于三，一加一加一加一等于三，或是大于三，大家把它缩小这个范围。可真正的郭董他想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决定选或不选会让他这么难呢？陷入这种长考呢？来，幼童，我觉得其实有一句话就是他以前觉得说，其实只要把经济搞好，事情就好了。好，就是这个是以前他的想法。所以今天只要鸿海够大，他能够做到很多的事情。好，今天事实上。他以前跟戴赏，也就是我们 SHARP 的社长戴正武讲，很年轻的时候就讲，戴正武跟我亲口说的，他说他当年郭董的一个小公司应征他的时候，没多久，因为当时戴赏是大同的毕业的，是比郭董的学历好，然后呢能力又强，所以那时候其实呢很多事情他都说是他教郭董的。然后呢他说郭董有一天跟他讲说，有一天呢、我们要把中华民国的国旗背到全世界去。所以后来在买 SHARP 的时候啊，他们挂那个国旗啊，不管是戴赏或者郭董，两个人都很骄傲，哈，觉得说 AK 你看我挂一个中华民国国旗，挂一个日本国旗，你看大家都没有办法拿我怎么样，好，这是他的一个人生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我觉得其实我们讲一下这两天他的心境好了，我们不要讲这些真的对他来讲真的觉得很枝微末节，所以他这两天的心境其实他有很多香港的蛮重要的一些人。不管是联络他也好，甚至有些人有找人来找他，其实呢大家都认为说现在香港的情况是越演越烈，而且跟当时反战中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嗯，因为这次几乎是香港全部的人的投入，包括企业家也好，包括一般的市民小民，而且更重要的是当时是大学生，这次是中学生，所以中学生的很多作为会让人家更觉得说心里觉得很心疼。所以呢，但是这件事情对香港，就香港的动荡跟动乱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不是说它本身是个动乱，我们讲的是说这整个动荡的情势本身对香港的发展到底会走向何方。那所以其实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也是现在中美抗衡当中的一个前哨战，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很多香港人希望现在来找郭台铭的意思是说，既然你在中美上看起来都能够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话，你有没有机会在这当中里头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真的，我觉得既然已经离开了这个国民党的初选，他其实只有一件事。我们有一次那个大家的那个我们的鸿海高管讲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我们大家都听了有点无奈，然后又很好笑。他就说很多公司啊就经营不善，然后大家就觉得那个 CEO 真的超烂，要换掉。然后呢大家就说我们要来选我们的 CEO， 结果呢有一个就是公司里头服委会主委平常就陪大家就是吃饭聊天兼打屁，所以大家都觉得那服委会超赞，而且服委会主委嘛就是帮着大家帮跟公司争取权益嘛，所以呢大家说换 CEO 的时候呢，那个大家就说我们一定要退服委会主委做我们国家的 CEO， 然后就不是国家 CEO， 就公司的 CEO。 然后呢所有人公司都吓傻了，就想说哦，那服委会主委就一个不小心的，这服委会主委也真的要当 CEO 了，所以就所有的那个高管呢就现在想办法说我们要怎么样让他变成 CEO 呢。所以、这个、听起来好熟啊，这个故事是我们鸿海的有一个高阶主管有一次在我们的那个会议就讲说他现在的心情就长这样，就说我们要不要很认真的怎么样把他带回学校上课，还是怎么样帮他补习，还是要怎么样？反正就是要想办法让他变 CEO 嘛，因为大家都已经跟他先戒酒，先戒酒吧，先戒酒啊！戒酒比较重要。不知道服委会主委有没有喝酒，但是他呢跟大家能够打成一片的那个是真的，就是说哇，公司的同事都很喜欢他，每个人都觉得服委会主委一定可以帮我们将来争取发大财啊，跟争取到最好的福利。福利100分，管理0分。不是，但是你知道，就所有公司的那些在，然后最好笑的是，还会有人跳出来讲说哦，跟你讲，其实我们还是要选这个服委会主委当 CEO。大家问他说为什么呢？我跟你讲，因为啊，这个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高管什么，我告诉你，在决定的那一天呢，他们都出去跑业务了，都出去工作了，所以他们不会在这里决定这件事。最后决定的都是基层员工，所以我们应该叫基层员工，我们就顺应这个，然后我们想办法
让这个妇委会主委符合当 CEO 这样。哦，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就是我说。郭董的心境不是我这个真的不是郭董讲，这个是我们有一个很会讲笑话的高，就是鸿海的同事，就是有一次在大家的在开玩笑里头讲的。那我觉得这现在就是一种困境嘛，就是说你要怎么办呢？你不是说你今天大家说你站出来，你站出来团结，你站出来团结，我就说让站出来团结。现在支持郭台铭的人真的是因为郭台铭吗？郭台铭的意思说，他的郭台铭有没有这个话讲？问柯文哲，他的想你真的支持的是我吗？没有，他想一想的概念不是说他这么重要，或许他是一个代表，但是现在或许他是一种寄托，是一种中间选民的寄托。就是很多的人现在对这件事情的，不管是惶恐啊、不安啊，或者觉得很担忧啊，那他现在可能变成大家的一种寄托。那他如果说现在就出来跟他讲，我跟你讲，我什么都不做，我就。嗯，不要，那大家那个寄托可能没有了。可是你不出来，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胡委会主委变成 CEO 吗？不是，不是，这个是笑话，这个真的是个笑话，好吗？我没有影射任何人，真的，这个是。但是幼童他有没有想到，蓝绿对决之外，他的第三势力如果出来之后，其实反而让他所担心的韩国瑜背后的国台办可能因此可以成功。长驱直入进入台湾，这个我觉得在剧本里面就有啦，对不对？在各式，其实现在不管是周刊的剧本，所以这个还蛮符合事实。应该这么说，我觉得我因为这种东西，董事长真的没有从他嘴巴里讲出来过，好，他没有，他不会去分析说今天谁怎么样，谁当选，因为他其实说实在话也不是什么政治咖，对这个事情别人分析给他听还比较有道理，他怎么分析得了给别人听？但是我觉得有很多的人讲的方式就是这样，就是说。当然，现在国民党是一直喊说：“哦，我跟你讲，不团结，我们分裂了。”然后就这个蔡英文就躺着选，好，这是一种说法。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啊，不反正韩粉就是铁板一块啦，扩张性也很低啦。如果说一对一的话，现在看起来很多民调也是绝对不会赢了。那不会赢的话呢，三咖出来呢，可能韩国瑜。不是韩市长嘛，哈，或许这样子每一个人就变得比较有机会，也不是只有韩市长，就是每个人都可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好，那这个事情，我觉得郭在董事长的心里，他有没有这么好的天平去衡量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对国家比较好？我觉得现在的状况，所以他可能就会变成反过来的想，是说他现在每天在关心的事、做的事，他就觉得说，哦，这个政治的事这样真的很纷扰。好啦，政治的情况可能就随政治的演变，静观其变。但是我还是来做一些比较跟国家未来，或者是以目前局势上面，他可能可以扮演的角色，会尽的力气，或者是能够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路线。一个路线是说，他真的是，我觉得过了这个初选这段时间，他该讲的也讲了。今天王金平院长讲说什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说这个话应该是问郭董吧？郭董在过去几个月，他一个创办四十几年鸿海全球二十几大企业，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国民党喊话也好，跟韩市长喊话也好，那不叫精诚所至，那不然他做的到底是大家都看在眼里吧？很多人都觉得说，哇，郭董你讲的话我都讲不出口了。但是他的心情就是这样，他的心情就是觉得说，你不要搞到最后到无法收拾的程度，因为他就是用他这样，他觉得说他自己也没有什么身段了，他都已经讲成这样。那现在反过来说，王金平院长说什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说这个忽然感觉应该是郭董事长几个月来的心境吧，精诚所至，金石也没开啊。所以我说这个，所以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对董事长而言。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压力变成是郭董的问题呢？所以我才说，既然反正蓝绿的候选人都已经抵定了啊，那或者柯市长也有想法，那不如就是大家有想法的人，大家自己看着办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在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啦，我是觉得说，不要把所有的这种好像压力什么都变成他一个人。我说现在他不叫做中华民国最强外挂，现在感觉好像每个政党的外挂，就是真的，大家都要独权力，人家跨过来，对，就是说大家都很希望跟他挂这样子。对，来，廷妃，挂来挂去，怎么看这个态势？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好像应该找郭董哦。我们如果抛开这些政治的叽叽咕咕，
他其实关键是台湾经济的走向，台湾命运的走向，甚至认为如果在这个关键性时刻，不管是5000亿到6000亿到8000亿，这一些资金都因为中美贸易大战，那中国在里头的企业都已经成千上万都在撤走，甚至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口，同时台湾变成是转为另外一个强国的契机，这是空前的景象，亚洲四小龙之首也好久其实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部分听起来，郭台铭他所关心的治国理念的方向，跟蔡英文总统过去3年来所做的是不谋而合哦。来，婷妹怎么看？其实我相信，如果依照刚刚幼童执行长所说的，确实大家都希望台湾更好，台湾经济更能够走到全世界。就刚刚说的，当那个国旗跟日本的国旗放在一起那个时候，我相信大家就是感动的嘛。好，所以我相信现在不论是小英总统在拼外交也是如此，当我们在这一次外交到这个过境美国这个4天4夜这样的一个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相信大家也是感动的齁。那其实我想齁，因为最近其实是太多郭董的新闻了齁，因为到底选与不选齁，那我相信大家几乎都是媒体追逐的焦点。那我也认为，如果说确定郭董不选的话，那我也建议蔡英文总统一定要找郭董好好坐下来，没错，大家聊一聊。对，我觉得这本来对，这绝对是有帮助的。就是说，包括在未来整个经济的一个成长，或是要怎么走到其他国家去发展我们的企业，带出去走这个台湾队，这个是非常重要，绝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这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蓝绿。没错，没有蓝绿，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幼童执行长所说的，当我们在救灾的时候是不分蓝绿的，对，拼经济也不分蓝绿啊，为国家也是不分蓝绿啊，那只有在意识形态的时候才有，在选举的时候才有蓝绿，我觉得。但是如果真正为国家好是没有蓝绿的，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说郭董的一个经验包括走遍全世界，在发展他的一个国际观或经济观，我觉得这确实是可以坐下来谈。可是因为在这个时间点也不是很适合，因为大家确实都郭董要不要选啊，然后要怎么样啊？我相信如果在考虑一下副手吗？我这面对有可能哦，对呀，够乱了，对呀，要请了另外一个党的外挂，真的。如果说现在真的太可怕了，真的很烂。国民党、台民党，现在有个民进党。对，不过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副手吗？我跟你讲，这叫另外一则新闻。不过，田文委员讲的是对的，因为毕竟郭台铭那么43年来在商场上，全世界这样子，包括并购了，包括什么的。他也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商场上一个等于说一个奇迹啦，对不对？也算是台湾的一个骄傲了。所以不管姑且放下蓝绿，姑且放下那些政治的意识形态啊，那么我觉得蔡英文总统必要的时候还是得要把他请教他很多经济上的问题。其实蔡英文总统他基本上我想要担任一个全民的总统，虽然他是民进党所提名，可是他要当全民的总统，他就必须是去接触每一个阶层，然后每一个领袖，每一个领导人，不论是你在企业界的领导人，或是政治的各个党派，或是各个阶段的一个领导人，我觉得这个都必要的，不分党派。我觉得不能先说啊，你蔡英文就是民进党提名，你都没上去接受，嘿，干咱无感谢蔡，我觉得不能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在这一段时间，我说真的，蔡英文总统这3年来，其实有很多，就像小军刚所讲，其实有很多的概念就是要为台湾好。那台湾好的话，确实刚刚我们说的，台商回到这个台湾来投资已经突破5000亿了，这个资料都非常清楚。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人在唱衰，然后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的第二季2019年第二季，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已经重返到亚洲四小龙第一，而且不只是重返而已，还是第一名。所以这个部分这个资料已经非常清楚，包括其实我相信啊，今年报税的时候大家感受最深，好多年轻的朋友跟我讲，他说如果没有报税，他不知道原来这个对他们的直接影响这么大。你想
这个月那个你如果说月薪三万，嗯，然后40.8万以下的，嗯，你就不用课到税，嗯，是过去是要的啊，对，那不用课到税，他就觉得说这些税金其实就可以帮他做很多，包括小孩子这个单身的部分，然后如果和这个双薪家庭是81.6万以下，嗯嗯，他说光这些税金的部分，他就可以帮忙小孩子做很多事情，所以。接着我们所看到包括育儿津贴啊，嗯，然后从这个保姆啊托育啊0到2岁啊或是2到4岁啊，我相信给一些年轻的家庭他们感受非常的深，嗯，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包括这个农产品，其实我来自一半的农业，因为合并之后嘛，原台南县其实是农业县，合并之后其实我们感受最深的是现在的整个在行销其实速度变得很快，嗯，所以也确实啊，成绩也出来了，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整个水果外销的整个量都已经超过了过去20年的一个成绩，嗯，所以其实我想我们为的就是台湾好，只要为台湾好，我觉得要拜访任何一个人，我相信蔡英文总统都是愿意。是，来这个李先生难得来到我们现场，李医师哈，李医师，我相信要从事罢免韩国瑜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在今天同时哈，从我的子母框你可以看出来，同时有几乎从昨天台湾制宪基金会到今天有绿党啦，还有这个竞争力，总共有4份的民调，我们想要问的是韩国瑜现在的民调究竟是他的地板还是天花板，尤其是韩粉在韩国瑜的民调所扮演的角色，让韩国瑜现在的民调所呈现到底是天花板还是地板，因为4份的民调真的是姚老师所说的2020的总统大选民调已经全面的大爆发，但是看得出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吗？尤其这两天我们也看到韩国瑜也在回应当25年前他被罢免的公文曝光了，他曾经说过当政治人物无法兑现承诺时被罢免是应该的，可是罢免这一条路所面临的韩粉的威胁跟恐吓，陈菊都要告了，来李医师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你们承受空前的压力吗？从我们的活动开跑以来就是经历各种无形的或是有形的压力啦，包括我们场地啊这些租借过程当中都受到公部门的打压，那回到这个25年前这个丰功伟业，那韩市长应该是不是应该就是啦，台湾史上第一个人就是25年前25年后再度经历罢免活动的唯一一个政治人物，那这个拿到这个手腕就是当初那个罢免的理由书，那这个被罢免的人要提出一个答辩，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空白的，为什么空白呢？在1994年那个时候罢免活动开跑之后，那在联署书第二阶段联署书的收集过程当中，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立法院的这个立委诸公们同时就把我们的罢免的门槛拉高到2017年以前的那种双21的鸟笼门槛，所以这些政治人物是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罢免这件事情的，他们不是说去面对民众的质疑，而是想办法让自己全身而退，能够去避免这个被民众质疑的这种危险性。那25年以前是这样子，政治人物25年以后竟然都还没有改变，所以韩国瑜市长他就是在整个这个面对这个罢免的这个质疑过程当中呢，他就是第一个躲起来，啊，第二个假装没事，第三个呢就是放任这个支持他的民众哦，在高雄制造一个恐怖的哦，这排除异己式的。这样子一个真的是这个时候说是红卫兵真的是很贴切，就是一个大家都畏惧的这样的一个寒蝉效应，所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政治人物他去提高门槛让民众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罢免的权利，所以民众就无力，没有力无力感产生之后呢就会觉得啊，那我们就4年 投票一次就好了，顶多下一次不要投给他们，结果造成这个罢免这个权利事实上是都没有得到合理的伸张，所以这一次我们才会再站出来让韩国瑜在25年后那个时候他还戴个眼镜哦，可爱可爱的，但是我们认为韩市长不能够只因25年后只把眼镜拿下来而已，你必须在面对这样子的质疑的声浪的时候你要做出改变，你要做出正面的回应，不要再动用公务部门发一些什么内部的会议记录来钳制人民权利的行使。是韩粉
会是韩国瑜的地板还是天花板吗？来，玉生老师。韩粉啊，基本上扮演的是双面刃的角色，当一方面呢，可以让韩国瑜啊免于沦落四年前被换住的这种剧码，因为洪秀柱基本上没有这样的韩粉啊，或是这样，对，他不能类比嘛，所以他之所以不会被拔掉的原因啊，也是韩粉。但是陈之韩粉败也韩粉，韩粉的不理性还有霸凌，基本上呢也使得呢韩国瑜的民调始终停留在这个地方嘛。那这也是构成郭台铭，我想说客观上，郭台铭董事长为什么有想法？因为韩国瑜可能不能成什么大事嘛。我要补充一件事情是，除了经济之外，郭董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是啊，在政治上可以一起告诉大家现身说法，红色媒体啊，在台湾呢、啊、所造成的无差异攻击啊，不是只有针对民进党政府嘛？任何只要违反中共利益的，他都一定打压嘛，一定扭曲，一定污蔑嘛。其实这是郭董事长、郭董事长也可以做的事情。清晨五点多，地牛翻身，街道剧烈摇晃，持续了好一阵子。但到了早上7:48，突然有救护人员急忙推着担架冲进一处民宅，门口聚集了不少围观民众。十几分钟后，一名妇人躺在担架上被紧急送医，就是因为地震震出意外。妇人当时人就被压在下面，被发现时已经没了气息。我以为他，就因为他昨天有睡。那我不晓得说那个嘴角就会掉下来。衣服真的很多。对。警方拉起封锁线采证，因为这起死亡案件成了这场地震夺走的唯一人命，最后留给家属亲友无限哀戚。我们借用本节目一分钟的时间，救台湾很多人。为什么呢？这次的地震其实死亡了一位妇女，新北市一位妇女，她是因为在睡觉的时候旁边的这个压下来嘛。在这里用再次跟全台湾的观众朋友讲，你住的地方如果有衣柜，不管是木头的、铁制的，然后呢，或是任何的书柜、书架，然后包括你的这个梳妆台，请你做一件事，立刻去买一个 L 型铁。L 型铁是做什么的吗？把这个 L 型铁固定钉进去你的衣柜、书架跟你的化妆台，另外一端直接钉进去旁边的墙壁里面。日本因为经过太多的地震，我去考察日本的时候，日本人就是这样做的。而这样做，各位你千万不要小看，为什么呢？你的衣柜很多人就在你床的旁边或是正对面啊。当他地震的时候，整个压下来的时候，就像今天新北市那个妇女一样，逃都没有办法逃。所以赶快去做这件事，一个动作，一个 L 型铁，可以救你跟你家的人。我必须告诉台北市长。你不用在8:30告诉我说平安，因为我们已经从别的地方都知道我们是平安的。我看到电视新闻记者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次的灾情还好还好，没有很大，这些都是人家已经告诉我们。你已经迟到了3个钟头，那你这个哦吼的，就是迟到这么久，你还敢跟我讲说你是依照 SOP， 你这是什么行动总动式的管理？老虎也有展现它背后人性的一面。刚幼童特别提到，你知道发风灾的第一时间呢，郭董呢，他是亲自驱车前往灾区的现场，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台湾是不是应该需要有更多人在不分蓝绿，在尤其面对灾难、面对危机的时候，大家应该要站在一起，以老百姓的角度来想，我们到底可以替百姓做什么呢？非常谢谢各位持续锁定新台湾，我们再会了。